也有人放了狠话，就是为了干掉我来参加《这就是灌篮》这个比赛。我只给他们一句话，我很期待你们的挑战。热狗，好的。犯规。犯规。发球。犯规，发球。他的力量很不错，他是一个很爆的球员，打球就是。他在外面跟初中生打球也是一个球不让的那种。如果了解我的网友也好，朋友也好，都知道我的球风是比较偏硬朗，冲击力是非常有优势，所以根本也就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。很好，面对热狗，拜服。因为我对热狗他自己本身的技术动作进行了分析，觉得他是比较喜欢去找身体对抗的，他不知道我能投篮。投完了一个，这场比赛其实有意思啊。哦，好了，一记深刻。热狗，热狗，是不是到节奏了啊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放倒钩啊！有个连续的 tricks。这肯定是你的菜。对对对对，喜欢耍一下。没问题，4-4打平。哈登他最著名的应该是他的脸很臭，然后现在还表着温柔。过个两次犯规以后，你看他的脸巨臭。过个两次犯规以后，你看他的脸巨臭。犯规罚篮，犯规罚篮。臭啊臭啊臭啊，臭脸臭脸。6-4，哎，一模一样的动作。6-6，有点意思啊。中国接球元老级的球员啊，好的。犯规，是人。好的。今天谁会赢？白色。有人喜欢这个吗？这个的。有人感觉他还行吗？他嘴不能跟你讲，我要抢球人，我要抢球人。哦。从你的表情我看出你觉得可以。你觉得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不行，所以说我俩不会抢。哦。对，狗哥还没做这个。别玩啊，这小子别玩啊。打进球。2-4没问题。当进攻球员第一次运球后，球回到手中，如果在第二次运球，就会被吹罚二次运球了。我哥招用完了。在挑衅啊。这盖帽太好了。打接球对我来说第一印象一定要够凶猛，对，够凶猛，要够凶悍，也要够理性，
就是你不能被你的情绪带着走。哦哦，防一个，防一个啊！这个球要防下来，这个球要防下来。就是我如果跟他对上位的话，我会害怕，没有打我会自己先害怕。其实就有点像那种科比啊、詹姆斯那些君临天下那种东西。OK， 比赛继续，二十四秒钟。Come on， come on， come on， come on， 这是疯狗。转身的后仰来了。大屏，哦 ，LeBron， 他们两个都有 swag， 很有 swag。出来防，出来防，哎，热狗叫你出来防，出来防，出来防。十四秒钟的时间，对，好的，防守，防守。哎哎，就看这个球了，3.4秒的时间。哎，3.4秒，怎么还给留时间啊？干嘛呢？3.4了，够了。杨乃豪机会，二一，一样的位置。上来的时候有一些松懈，但到最后的时刻，真的对手已经投开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转而有理，转而不狂，我觉得挺适合放在球场上面的。在没有进球之前，一切的东西我觉得都是虚的，最终的那一投能进才是真功夫。跟我的命运有点相像啊，这个是不是？很精彩，很棒。OK， 我觉得他们都有对胜利的那种渴望。对，其实我蛮喜欢热狗的这个打球的风格，啊，带动那个气氛。但是假如说了，刚刚比如说你盖了他火锅盖锅子，他如果跌倒了，如果你是扶他起来，那个会更帅。以前我也很喜欢这样，这是本能。本能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本能是什么？最后一球绝杀球的时候，我连看都不看，我很有自信的投进走掉，然后享受那个掌声。那得那一排都是篮筐。有时候我的习惯，就每个人习惯不一样。结果没进了，我就走出去说就打车。哎，没有，不是，换人换人。我现在再走回去有点尴尬。好，我这次送给赢家，好不好？送给赢家。恭喜凯豪，聚焦了，聚焦。也谢谢热狗。我相信打好比赛以后，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人认识他，但是一定会有很多人记住是我这场球输了。那继续加油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